再来看一下这一个球呢，游击手接到在外野草坪上传一了一个弹跳进手套，好的，好的，游击手郭有为 ，nice play， 已经站在外野草坪上了，传一了，连内安打都不给，这两个郭家的兄弟党，亲兄弟党。就毁掉了庄泰山了，在今天这场比赛前两次有安打机会的球啊，哇，这个球也打得真的好棒，但是手背的处理了，郭永伟陆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，好接近，对，已经在外野草皮上反手接之后一个弹跳一垒手，我还是姓郭的郭彦文接到。